奇，生活有趣味。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日的看戏节目，我是主持人燕萍。真欢喜每日当地这时间准时跟咱的戏迷朋友到阵来分享精彩的好戏。最近哦，有一挂戏迷朋友啊来甲燕萍讲有这季节比较爱困的情况，可能啊你讲的是春困啦。那到底什么叫做春困呢？就是因为咱这季节交换哦，甲这身体顶头带来淡薄未适应，所以啊，咱来好好来调节家己生活的节奏。比如讲，早困早起，坚持运动，搁话就是好好来分配每日的日时，安尼啊，自然就好啊。到昨为止，这部好看的破零九部是全部为大家播送结束了。老火经过这年啊，侪坎坷哦，总算是倒来宫中。两个太子救母的剧情也真感动人。看到这哦，燕萍就想起一句话，非常的简单，相信你也有听过，叫做“家和万事兴”。不管是个富裕的家庭，也是讲生活条件不是遐尼啊好的家庭，拢爱注重甲厝内人互相斗阵的这款方式。讲到甲厝内人斗阵的方式，燕萍就想讲今日来要来甲大家分享一部本土香剧，叫做《兄弟亲仇》。兄弟之间又搁有啥物亲仇大恨呢？精彩好戏，咱赶紧来看落去。金鞭万岁啊！
天啊，小大爱听注意，你要注意。将
Oh,
情义，情讲无恨。那你为妻那三下挑子，望老爷赐个名字。爹妈，如果日后那是生女就换姓了，那是生男就叫为娘。哎，生女换姓洪，生男名为娘。夫人，这批叫我爹。是我多家世代之宝，就作为害你干涉之物。哎，这批叫乌丁啊！夫人，你还我干嘛？老爷，军情急变，为妻不敢再啰嗦啦。那为何告辞？Call me
水进来吐。进。啊啊！哎呀，滚啊！
观众朋友，时间过得真紧，今仔日的精彩好戏啊，咱就先看到这。唔知今日为大家播出了兄弟亲仇第一集的内容，你感觉有好看无？明仔日继续来锁定咱的看戏节目。如果你想要知影阮节目更啊精彩的内容，或者是来个影片讨论你看戏的感想，会记得赶紧来关注咱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 QQ 群，来个影片讲你的看法。好，精彩好戏，大家拢有，咱明仔载同款的时间，再会。